给你们看，我们温家又多了一位新成员，就是说维尼有妹妹了，没错，走，去看看。你看威林吗？这是我二哥的大女儿兼幺女儿。对不对？升官发财是不是？看升官发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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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个升官发财。看，不错了哈。工程咯，姐，姐是我们的工程哈。一年又在吃东西了。人家拿牛了，俺光拿人家都抓你个老子。你还做什么怪相啊，文英？你妹妹好乖。那就是俺妹妹。嘿嘿嘿。俺不拿。对头，妹妹。三个好不好？哪里？好不好？人家妹妹在哪里？你问嘛，妹妹在哪里？妹妹在哪里？哪里？哪里在你这妹妹？我来要，我来拿，我来拿吃饭。来，我给你。工程，我想给你。你要不要干点东西？完了，完了。你来，我放弃了。一会儿晚上你把你分派一个。我怕有人给我捣乱，我怕。你脚还都怕呀？看好。脚还都怕。孩子了，拿砖拿汤的，拿汤的。你妈切的。好。孩子了，拿汤的。能轻易拿回来杯子？怎么了？那头的，那个不用管了，钱咱也没得，工钱也没得，就来办手续。明明哦，可以哦，明天都帮三把跑龙套了哈。好，我爷。你让我，天寒嘛，不要带多钱嘛。跑龙套的，可是那个都是省的大钱，也要跑龙。常驻嘉宾，你真事儿多哈，我都没想法，可能。这是上班的地位，有点儿尴尬。我那是太小了，哈。嗯。平常我们平常看起来是可以的，是吧？半边，幺根儿。你要炖点儿就完。我是今天只管酒，还要管你的。